大手是用1300左右，我们今天先交手厨啊。那周秀手厨呢？周秀手厨就是那个，等我一下。手术奖励就是绝版的这个坐骑，这一只是寻常白羽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把一阶的武器。那下面这边呢？可以看一下，我需要兑换了。每天可以抽一只哦，飞起。哇哦，那就继续抓。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就是免费坐骑的取得方法。那你每天就是可以来做，你每天就是可以来，就是收集一个这样。哇，这期真的太狂了哦！所以他坐骑不用钱了、啊。我觉得这期有点太过分了。真的太过分了，所以他坐骑不用钱啊。就可以寻宝。需要兑换在哪边？找一下、喔，不可能是奖励啊！技能升级教学这里，总之你可以升级你的技能。又是这个折磨我两年的噩梦。飞起可以再进阶。哇，又是空打，九转魔连尊，太帅了吧！在这边可以进阶升级，也就可以做一件突破。点兽蟹太帅了吧！这边也切外挂。哇，还看得到海鸟欸。哇，这些背景也太美了吧。我刚才看到千鸟。最近真的太扯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